啊，不是，哎，这没事，这不用。好，漱个嘴，我来刷牙来。把牙膏吃进去。啊，指牙指了，指了给他们看，看看工人。啊，刷牙我们要把这侧面啊都给刷刷。对。好，反正就刷一刷啊，给你刷一刷，来嘴张开。啊，嘴这个你看这个大牙。哎，不好意思。啊，哎呦，干嘛？哎呦，不好意思，搞嘛？哦，我搞电容牙刷，你这都不按呢？哦，对，搁上电容牙刷，兄弟们啊，这不是用手刷的啊，这是电动牙刷，你直接拿着就行了。忘了这电动牙刷，够牙刷，这我拿着就行了。看，对呀，你这样啥时候舒服呢？哎，你看，看到没？哎，你看，哎呀，你看。哎，哎呦，不好意思，哎呦，说错了，不好意思。他说为什么没看到啊？我刚才看视频了。好，来，我们开始，来数一下，用这漱一下，漱口水，来，快漱口水，快漱一口，漱一口。嗯，好了，这不是尿壶啊？嗯嗯，勇闯天涯，这个啤酒好。啊，这个运输也很好，你看看，一点磕磕碰碰、烂烂都没有。对对对，看到没？把声音关了。闯天涯，哎，我们只要轻轻打开它。吓一跳！哎，你不要这样晃，你刚是不是晃了？你这浪费了。好，重来一个，行吗？行不行？平常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啊。我们。那我们这个不会浪费的，我们会留着给这个给我们这些运营啊吃饮料的时候喝啊。好，没事没事，兄弟们，不会出现这种情况，这个你放心购买。你搞了个好的，你别让我乱搞了啊。对对，好，因为我们这个是搬上来的，我们从楼上没这个躲避，没这个这样搬上来的，所以可能对，那没事了，兄弟们，因为我们这个运输的时候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你看，没事，没事啊，你看，你看到没？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怎么回事？不是你过，你们不是你们这一个，没事兄弟们啊，没事没事哈。哎，这个是正常情况下，运输工他搬上来不容易，是吧兄弟们啊？没事没事的兄弟们啊，我这个会有点扁，你看我都不动哈，我要动一下我是狗，动一下我是狗，放一百个血。你看这个就没事，你看这个没什么事吧？啊，放心购买，好吧，来。今天在小杨哥的直播间，勇闯天涯的一箱多瓶，啥瓶？今天讲个48瓶，别急，兄弟们，500毫升的啊，再给你来一箱雪花冰爽。今天5个包裹发货，这么多198，那上车。说话呀，不说话，不说话，给装呀。啊，哇哦！这次大杨哥是真的生气了吗？一直不理小杨哥，连话都不说了。小杨哥后悔了，小杨哥会然后哄大杨哥呢？像鸟儿自由飞翔，可能受伤，那也无妨。这么大一片，都整的，会微笑，亲嘴角最重要。Later， 那个来，我们看看乐事怎么卖啊？乐事这大包的哦，16包了，还有送的，还有这种是送的，这不是乐事，这是送的。两包齐多啊，一共是16包了，再来小包的，26包，今天想喝这么多，乐事随便上车。还可以有光光嫩肤的效果。No time。
冰杆脱毛仪，请问一下，它能脱哪里的毛？这个就是手臂、腿上，然后唇毛，然后包括比基尼，包括就是这个了，腋下，你这是啥？都是可以的。看来我们来试一下哪个脱毛的快啊！你看啊，你看一下效果，这个看放上去对吧？这个看放上去之后呢，我一下，然后来我们再试一下这个啊，我们可以戴个护目镜啊，来给朋友们看一下，来来，我们可以再试一下，要不在我手臂上？你听我讲，这个脱毛不是说你一打上去，它毛就会掉的。第一次使用的时候，先用刮刀刮一下，我们配的有、啊。你把那个毛给刮掉、啊，你们有的人刮掉之后，它是不是越长越长越粗，越黑？对。但是你用这个打掉之后，它毛会缩缩。哦，对。毛呢会越来越少。是是 是, 是吧？你这样，你对着给大家看。好，你过来。看到黑色这个地方。你不要拉着手呀，你就瞪着就不行了吗？我怎么拉是拉着手了？那你还拉着别人手？我拉个正常，我过来呀、啊！你过来，你就把这个机器往上面放就行了。我放了，我这怎么放？你这怎么放？我来放，给我，你看我，好，是了，我来试，你轻轻一放，一按，这不 OK 了吗？哎，看吗？就是调的档位，第一次可以用一档，我们有五个档位，建议大家就是第一次用的时候用一档。它是有双重的一个冰片的，所以它有降温的一个效果的，这个大家放心。我这个使用起来是没有任何的感觉的，因为很多姐妹会怕疼。比如说大家在给大家看这个气球啊，咱们皮肤是有三层，就是表皮层和真皮层，然后里边的黑的就是模拟我们那个黑毛囊那个位置。啊，对，你如果说我们打一下之后、啊、白的破了，就说明它伤害了皮肤，并没有伤害毛囊。我感觉它这个，这你打的时候我也这样，我没有动。来，今天想哥直播间，你看啊，送你一个充电器啊，送你一个刮胡刀啊，再送你一个芦荟胶，对，芦荟胶，再送你一个，这个书上他马上要卖了，嗯，妈，今天想哥直播间599上车。小杨哥直播看美女跳舞，被小杨嫂现场抓包，你别管。那个小妹，先下了小妹啊，跳得很不错啊，那个这个古风跳得很可以，那个我们先下了啊，我卖货了啊，卖货了啊。谢谢